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这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听医生讲看卖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是每礼拜日11点到12点播出，欢迎大家收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永兴医师吼，咱空中的朋友，今日咱采访的吼，苏清泉吼，苏清泉医师，嘛是院长，嘛是委员，嘛是理事长，这个就真代志吼。苏医师你好，我拢叫苏医师较惯习啊。对对对，哎，永兴阿弟啊，我们。陈永新院长是我最钦佩的医界的人物。不敢不敢，咱这个节目就是听医生讲看卖、所以哦，每一集都会采访一个不同的医生啦，今天真欢迎这个苏医师来上咱的节目。伊本身是心脏外科，心脏外科哈。苏医师，你即马是东港的安泰医院的院长嘛？基本荣誉院长，荣誉院长啊，所以这间病院的历史，小可甲咱空中的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多谢咱英雄兄吼，一做医生，甲一做医，我来做就真好。我咱嘛做过李伟，做李伟吼，所以阮两个行的路差不多，差不多吼。我是较无敢讲的是，搁走去做中国医师会会长。你搁做医师工会理事长，对对，所以。资历很丰富啦，但是安泰医院伫南部嘛是算出名的病院啦，尤其伫屏东县，差不多数一数二吼，诶规模的病院啦吼，所以因为咱是全国性的，所以你有那小可介绍一下恁安泰医院吼的历史好不好？这安泰医院是民国81年年底吼，1992年，迄个时我为台北马街病院做过用，七个医生对。因为我的太太吼是伫美国罗马琳达训练牙周病的。恁太太是牙科医师。对 ，OK。所以呢，伊对美国的生活无陌生啦。迄个时阵是讲我来美国发展啦。伊本来要就你去美国。即马就清醒了，我讲，即较早咱读做医生吼，是要照顾咱的愿望啦，吼，照顾乡亲。诶，屏南遐医疗真歹，就是屏东的南平啦吼。对对对对，你算东港嘛？东港，还是东港 ？OK。所以呢，我等下我老爸报告参详，我老爸就先来把我解决啊。我今天就不是要送你去美国的，是要你等来雇佣服务的。你别个钱较大，你知道美国是要看啥种人啊？要你啊看白人，看黑人，看白人。所以。想想诶，因为你美国白个位头，要多少定居在位头，因得不得错。对啊，你去，你着搁对实习医师开始做。对对对对，迄时嘛搁足，按个了。你第八届已经升主治医师了嘛？对不？所以啊，你当然。所以迄时一个足大挑战。对对。啊，因多生两个，十大年纪大两后生。哦，你做两后生。嘿啊，等下变当个生两个，我讲。我真诶，所以你有四个囡仔。是。所以恁爸爸迄阵爱你当然故乡服务。对，阿个去这个安泰医院对，阿个在安泰医院，即摆安泰医院遐较早拢紧张啦，我遐紧张，我较早遐遐紧张呀，边仔拢出老热啦，厝拢起个，造证，我哩，就是啊，恁伫周边遐哦，所以伊阵就起规模就偌大，起起头前，嘿，60几层，啊，伊阵就超南港上大间个啊，对对，迄个阵妇婴，迄阵冒一间妇婴的。妇幼较济，我知妇婴都军方提出来，迄个恐怖病院，我古早就是伫恁的东港的恐怖病院做医官啦，做兵的时，所以迄阵哦，我伫空军医院，迄伫大鹏湾嘛，对对对对，夜暗时拢来去恁东港有一个民众诊疗所，哎对对对，去遐看病人，迄伫咧公交对面咧，对啦，迄阵哦，医疗资源也够足欠缺，
我医学院毕业，迄差不多1975嘛，你看，差不多就要50年前嘛。啊，所以哦，哇，我足可怜嘞，迄民众真了所什么设备都无吼，我逐科拢会看嘞，我暗时嘛咧接生嘞。你是要伫迄个公立病院做内科医官，啊，暗时哦去民众诊疗所，外科患者来买天啊。啊，迄落产妇来嘛，接生啊，嚯、哦，我不管几千块光。哎，所以你那阵先安泰医院对地方来讲是一个福音嘞。对，你讲你对妈该带六七个医生吧？对。哎呀，哪个要对你来？对。哎、欸，骨、啊、科诶，有肾脏科、C 型诶，还有麻醉科呢。已经不简单啦、啊，因不一定是当工人啊。不是，拢对台北少。哎呀，那都用啦。哎，所以恁一开始即几个算恁的元老吼、啊。对。所以这爱感谢嘞。我讲以后拢做同乡。哈哈哈！哇，这会当来当讲替地方的民众服务是一个足大的喜讯啦。啊，一开始就60几层，是啊，嘛是讲，啊，有几层啦？萝卜，加龙卜。哦，比如讲81年啦，是。啊，咱的健保是84年开始的。啊，所以龙卜萝卜那个时阵哦，啊，佫无健保的，健保。嗯。所以迄个时阵就是，迄时阵台湾就是。大人其实老婆大人，啊，就是说囡仔。规个要坐坐来，不要坐。老婆大看不惯咧。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哇！所以那时代，那个时代，恁迄算农村佮渔村啦，吼。讲起来，一般人的经济嘛是真困难的。单耕顶本身还好啦，出去就拢好多多。对啊，周边的村落都拢改善起来，吼。那真嘛是个。啊！你病院后来，哎、欸，你扩建到今嘛已经几层了嘞？700几层。啊，你看，超二三十年。今年三十年。三十年。三十年对60层变700几层，哇、哦，这些不简单。所以你等于不断的一直在扩充嘛，哦。每年都在扩充。哦，啊，这是一直看愈来愈侪就对了。一开始哦，因为我是做内外科，那个急诊重症。OK。啊，那这那是感谢上帝啦，啊，感谢王爷公啦，哈。哦，对。一开始我就想讲，啊，这那无成立那边喏，哈。传人接的意向对吧？都可能无法叫人看到来啊。对。啊，所以，哎，这个也是工地有咧去，有人吊箱诶，啊，有人骨折诶，对。啊，迄时代个好多爱跳都爱，所以骨折多啦。嗯，啊，过来我做什么啊？过那个重症的，对，啊，在工地都发生个工人位头顶断了，下落啊，啊，全铁筋全插了，哎呦，从左到右安尼贯穿，哦，啊，一支铁啊全炸的，哎呦，安尼我都甲救个，我都甲救个，哇，脾脏破裂，肝脏破裂，这从那右心室嘛，嗯哼。安尼就哪天哪破哪天啊！你家己一开始就咧高级诊了，对不对？对。啊，我甲外科咧陈医师，那个麻醉科，那个台湾去的啊。哇！都要底下补补一枚。专门总动员。为下晡补甲加顿工。哦。啊，打听。啊，这个 case 我你救起来，恁病院名声就对对对，规个人干喊起来。注册了，输了拢2万CC 的血。哦，2万CC。2万CC，给血捐血高雄捐血中心，我。会掉了了。我掉，因为我现在弟弟来，弟弟移动那铁轨。那开完刀之后，我就在 ICU 陪他。哦，那个时候还有6床 ICU 啊，我有那，我只感谢的，只感谢的，因为不当不急重症的啊，所以我干我哥干麻醉的，他轮流当兵啊 ，stand by。啊，真正我救改，救改了就那名声就无向起来了。你这种这种病有在了处理，这个这普通医疗中心。就不甲半死啊，都无一点救袂起来。诶，我担心我什么？对啊，对啊，因为你这种 case， 普通那以前是只有上高一啊啦。对。你那伫大家无对上啊嘛，只有上到高一去啊嘛，啊，没有。挂了头。对啊，挂了头。所以您安泰医院开始就立下了一个很响亮的名号的地方，啊，所以叶存多较严重是财务尔。因为建都不拢不拢保修拢给你，嘛给个给你欠过嘛。哦，先全部全部做完嘞。一个月钱够了未？欠要几趟个？哎呀，啊，所以你开始开起便宜，你嘛要有一条本通，互你周转啊，无你薪水变哪发？对吧？啊，所以那时候我以前
迄、那个医疗发展基金，哦，迄、那个孙张博洋做处长 ，OK， 哦，迄有医疗发展基金，医疗发展基金，每年都贷款的对，3000万，哦，贷款3000万，那是起病啊 ，OK， 那阮老爸爱钱的，做医疗资金啊，哦，你爸爸佫摕一条，佮你支持的对，啊，无会发给你，哇，哎，给你很辛苦的哈，很辛苦，一开始是很辛苦，然后大家都是将士用命的、嗯，所以我对于刚刚陈院长讲的哈。对于现在开国元老，草创初期，嘉义王刚共的实在是足甘心啦，共的。甘心够珍惜啦。啊，林太太嘛，当然便宜，无比比高啦，对你当然不便宜。哎呀，我就哎，印尼台湾台湾牙科主任。哦，印尼台湾做牙科主任。伊的患者拢是迄个什么驻台代表呀？就高阶层的嘛。对，因为台湾拢看外国，外国病人足济啊。台湾遐遐拢是啥物？比利时驻台湾代表啦，德国的。啊，台湾那啥物要出国的吼，要体检拢爱去台湾，这里台湾足出名的病人，够会病人啦。啊，伊都这外国人拢爱学看吼。我甲讲，你要等个等讲。刚刚看移民，讲你讲大部分人诶，看农民、看移民、看做工诶，我讲你绝对看袂过来。爱讲个，啊，所以，我就是，我现就是是想讲，后日就到台北，哦，你今仔当台北，我等到病，你肯定等来病。但是我真感谢啊，伊即天性诶，比较大。哦，林太太，我捌见过啦，真正真好诶医生啦，嘿。啊，伊就讲，安在到底，伊就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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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啊，就是对你聊了呀，对对对，我那比草创，我一开始，恁啊，你超艰苦几年，较便宜，较真正，互你感觉讲啊，较在啊安尼。无咧，拢伫咧起咧，所以伊拢爱跟你奋斗就对啊啦吼。哎呀，30年，哎呦，我创院30年，但是哦，我看唔通去扩充啊啦。700几寸啊，差不多啊。你讲想讲，比我甲母甲变伊啊，良心去。无啥敢想啦，但是即马潮州要接一间嘛。对啊，你今个两三个所在分院嘛，对无？啊，安尼服务起来，几千个患者住院的病人安尼，对无？对。所以跟即个服务量足大啦。对啦，对。吼，而且咱即个较准确所在的病院，要请医生无遐简单。就反正我说那个反正，对啊，你今已经已经几百外有啊吧？单讲百二三，就是啊，对，就是30-40个，就是啊，你做100个医生嘞，要请100个医生，要对叫。我以前在罗东圣母医院哦，我做100个医生哦，啊，你常常咧做无医生咧，做甲足可怜的咧。咱因为咱背后也无一个医学院。对了，哦，无免跑。哎，无遐简单呢，啊，你，所以你有才调对6-7个医生，不过只个100个医生哦，谁讲啊无简单？潮州啊，吼，潮州啊，要去扩充啊。真的哦。因为潮州上细啦。哦。潮州安台是较早全民院专门病院嘛。哦。全民你个接起来了。哎，因着违规啊。啊，进潮州遐是超几层？潮州遐进是。加八成，啊！你准备搁要甲扩到200？对，哦，迄个基本规模啊。对，基本无安尼无时间哩。啊，潮州人口嘛无少啊，潮州算伫屏南来讲，屏东南平算上重要诶重交通重镇。潮州本身人口差不多5万3，吼，啊无就要什么5万，哦，要什么差5万，啊加上周遭差不多12万，哦，12万未少啊啦。嘿，12万差不多。support 一间200-300层诶，我以前罗东700-800万人口，罗东，啊罗东边啊啦吼，算算诶20万，吼5-6个乡镇咯，一间博爱医院几千层诶咧，啊搁一间圣母6-7层，大概1500层以上伫遐咧。哦，我以前做，我那足艰苦做个啦。艰苦做，安尼艰苦。嘿，啊，恁若讲吼，潮州，我想若讲挂周边算算个，若有个10万来吼，400-500层也会做嘞。会做。因为恁无其他病宜嘛，拢无啊嘛。骨科、专科医院。就是啊，对。茂荣。是啊，还是单科病宜。刚刚潮州潮州安泰有在做24小时。是啊。所以你个安泰医院差不多。对东港以南一直照顾啊，恒春，吼，规个屏东的南部，规个海线啦，吼。啊，你即马潮州阁小可山嘛照顾会着呢。差不多。台东也过来，马上
帮了我就到潮州了嘛，还是要走到你东港嘛，是拢会使。当阿家病还袂装一克膜的时阵，迄囡仔，迄阿边哥啦，啥物着着病毒感染的啦，拢会送到你家来。甚至花园，拢会装一克膜，上场过。送到你家来。所以哦，咱空中的朋友哦，咱知影讲这苏清泉医师。本来想要去美国，因太太要招去美国做医生，结果互因老爸叫转来故乡东港吼，啊，无想到病医一失落三十年来吼，安尼对于食百层的病医，无啊，即马七八百层，佮挂吊酒安尼几千层吼，实在讲对屏东的整个沿海地带佮南区的患者提供足好的一个健康的照顾吼，这实在是。足无简单啦、啊！这个创业过程哈、啊，空中的朋友，今日互咱采访的吼，真特别的来宾哈、啊，苏清泉苏医师，也是即马安泰病院吼，屏东东港啦，安泰医院哈、啊，啊，彭玉院长啦、啊、吼，一开始做院长，啊，创业三十年，甲一间病院对于安尼小小啊，正百层的老龙堡的病院吼、啊，做到即马变区域级的教学医院。屏东县为重度脊髓炎，啊，佮有重度吼，不止重度照顾，重度就是讲专门照顾迄落严重的患者啦吼。伊拄则有讲的，讲的，安尼铁枝啊，安尼对先看嘛，安尼插入去，安尼又再条佮救转来吼，迄母佮输血两万 CC 吼，即种急重症的 case 这样，啊，就伊做心脏外科啦。所以我来请教苏医师，诶、你心脏外科就是伫马街训练的嘛？对，吼、哦，诶，啊，心脏外科普通拢是伫医学中心较有用武之地呢。我讲起来，啊，你阵讲安尼参禅转来对单杠都甲做累吼，啊，你草拢伫单杠咧看什么病人啊？你拢咧照顾什么患者啊？安尼讲啦。马街病院吼，我实在是第一份啊，真艰苦啦。对，因为马街病胸腔心脏血管外科吼，非常做会。哦，连胸腔嘛，所以六档啊。啊，所以你等于一般外科你马上我要做啊。因为做食道、做胸、开气、开啥拢要。嘛可以啦，心脏血管。胃又胃去咧接食道嘛，我来做。安尼，所以你的外科的训练真完整。啊，过来就是讲我咧做中医师的时候，因为这个科目要行嘛。对，因为普通人三年就做专科医师，恁在训练两年，对，佮比人较长的时间。啊，佮是实际上，啊，即你家己开业佮困难。对，你若无一组足坚强的 team， 就是爱有足侪其他的到帮忙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不会行啊。一组人咧胖。对啊。啊，所以你的时阵我的头前也无中医师，我后壁无中，我一个，我家己一人值班第三年，哦，第一千外工。我安尼，你迄个，互你有迄个机会看愈侪患者。我种硬啊，我种坚韧，我无遐普通一辈人歹啦。哦，啊嘛无咧认输的就对啦。对。啊，我迄个时阵，我太太家在也体谅。哦，做医嘛，做医生，卡在。伊也可较轻松啊，无像你推硬啊，人因遐约患者呢。对。啊，你这是急诊随时24小时在往考的。迄个时阵啊，暗时啊九点外以后，规个电讯房内啊，你唔少知个，日本人啊，有啦古熟个啊。恁妈在急诊患者上侪都是啊。是安尼。啊，迄时阵我那个时代拢牙刀咧堵嘛。啊。啊，那尾啊，佫有土制手枪嘛。哦。是啊！你拢在哪里处理这個？拢在处理这個。哇！哦，我把你今日先安尼两方对视，完全拍个拖卡嘞。哎呦！唔敢叫，我夹开个成大条。哦啊！所以大家对急诊就对我叫护士，大家拢拍拍个，医生拢拍拍个。所以警察来嘛，无啥搞我嘞。搞我嘞！哎，所以迄种场合个，你这看到秘书战地的迄种野战医院呐、啊。所以开足侪刀。啊！那阵就是跟。庆生医院，庆生嘛，庆生我做临床八咯，你叫我到宾馆吼，啊，无嘛个，你叫嘛专门在补这个，啊，那很严重个，上场上班个，所以有时候开几枚都，开几下面，开几下，所以我你体能也就好，经验吼有够啦，你也像是也是有咧运动，无诶别做，做海流啊，做海流啊，哦，你做兵做海流啊，哇，啊这有超点，海流啊，滚你啊，啊个来阮岛快到做事，啊操了头。领导做事，但是你敢有做事？我会做。你我是讲台面，细汉的时候，囡仔有哪有做？做，啊，这是真好的训练。对。啊，所以等下个只哦，
啊，会堪去操啦，会堪去操啊，刷落去个，因为像种啊，心脏内外科啦，迄落还几个 team 嘛，对，哦，导管室啦，所以即摆伫规个屏东关，人讲到心脏外科，恁要算上强诶啦，另外来强强，除了你，佫有其他诶，佫即摆有五个心脏外科，五个个，哦。欸、我已经伫圣母医院，刚才要请一个吼，我拜托啊，四界拜托，四界拜托，到尾一个来尔，哦，我一个都刚才秘书报备咧，你知影无？吼、哦，啊，其实一个吼、哦，要开偌侪都是无啦，啊，但是吼、哦，咱要做导管吼、哦，一定要有一个心脏外科嘛，无就袂使做，对对对，吼、哦，啊，所以你嘛是乖乖在个服侍咧，对对 对, 對，啊，那像恁这有五个是真正足侪刀拢会开一个，哦，反正刀足，拢拢血管刀啥物刀拢会开，拢有咧开啊。啊，五个后军方来，啊，我囝回来嘛，吼、哦。哦，你老生起码嘛做心脏外科。感谢，感谢我囝，嘿，感谢上帝呢。你真正安尼，啊，伊要搁听你的话，这就无简单啊。伊伫林港南口中间做心脏外科，哦，开个 Type A， 哦 ，A Type 的做大动脉破裂，哦，开要三四十个。哦，啊，伊正好会训练呢，啊。啊！伊伊看你遐辛苦，伊阁要对你行，这个不简单。不简单，不简单。伊即马足侪医生诶囡仔是安尼，啊，看阮爸爸做遐忝，我无爱。对。有诶，歹读医学院啦。啊，准读医学院，讲我歹做遮艰苦，我要选迄落轻松诶科啦。对对对对对。啊，像你这讲安尼，后生要阁对你行，这个不简单。啊，阁要等来。对啊，啊伊遐好诶训练呢，你看当哥安尼不得了。对啊，即马高一讲高一啊，庄永平队长讲，哎、欸，你叫我今去高一啦，我讲我讲无啦，我即马先我拼一套拼两台。对对对对啦，啊所以即马你病院心脏外科较侪，人较当大刀都互伊开啊啦吼，伊少年啊，比你较有体力。大家做伙开，啊所以什么刀拢开啦，哦，什么刀拢开。所以伫屏东关，我看大家空中的朋友拢知影啦吼，那真正大急重症大症。当今就是安泰医院算是一个上好的救命的所在啦，吼。尤其是抢时间的时候。哦，啊，你即摆规间病院嘛发展到三四十个科技啊，呢吼，拢调转啊嘛，大科有啊啦。这个一个是一个职业病科。哦，职业病哦。我咧快点把病当回来啦。对啊，这拢医学中心较有诶水准啊啦。对对对。哎呀，啊的。较完整的服务啦， okay. 多面向的服务啦。哦，啊，健保局嘛是伫屏南的唯一的服务点嘛，是坑里安大医院，我嘛不是在回应。我觉得哦，两健保局都设在你屏南的永兴许多啦，要换卡啦，要搞啥，要签上单啦，伊就来遐办得啦。哇，这是足好个。哎，哦，健保局连我唔捌咧甲客诉做啊。哦，你这是因为做公会理事长，较有安尼较好个。啊，无啦，无啦，无啦，哎，那卖有人。那即摆安尼，安泰医院伫屏东关算知名度足悬啊啦吼。诶、欸，您伫全国的即个区域级的病医，嘛算领头羊诶。对，对，诶，那不，大概，事实上，所有全台湾的区域教学医院吼、欸，都在各县市、欸，大家各顶一片天。丢了，丢了，丢。在当地都很重要。像罗东圣母吼，拢即个无了八成七八成，对对对，啊这门路除了医学中心以外，都是集中病院，上上推硬啊上硬啦。啊，但是呢，都受着好的待遇，啊对啦，无啥咧艰苦呀。迄个即摆健保吼，咱可能因为咱拢做过区域医院吼，咱拢感觉健保敢若拢较照顾伊啊中心个咧吼，因为伊啊中心嘛背后拢有医学院嘛吼，拢讲话较大声。你袂使好康爱分，啊！即马比较罕者，咱区医院啊，罕做一个，像门诊合理量啥咯、哦？对对对啊！诶，有诶，你增加所在，几乎都偏低咧。诶、欸，你伫增加所在，你大个罕门诊量，你是要叫伊安怎安怎成做？对对。医学中心即个大教授，你个罕合理门诊量是对诶，伊都爱去做研究，都去教学生。对对。哦，啊，咱这区域级病是一直咧服务诶嘛。啊，反正来你唔该看啊，这边嘛，服务为主啦，对，哦、教学研究是为重点啦。哎，啊，而且我感觉讲设备吼，咱朝医学中心爱，咱就爱啦。对，你一间七八百层的病院，你袂使讲我无济，我无黑，我无济。对，啊，反正无济，我来你接创啊。对，啊，所以你的设备和医学中心差不多嘛。对，拢需要嘛。啊，你的客流量无遮济。对啊，啊，所以佫无遐快。欸、所以你无，咱要回收要啥，你无多。较慢。嘿、欸，
啊，所以这种的就是企业足大的沉重的负担。这也是来讲的吼，这健保诶，健保你讲的，你开业了四年开始有健保，嗯，啊，到即摆二十几单啊，对，这健保这二十几年来，小便宜拢全部收了了去啊，小医院话袂落嘛，哦，愈大间的愈好话啦，对对，啊，咱这路中间的吼，借在中间很尴尬，对，哦，现在不上不下，就是啊。哦，咱这阵我还搁咧做营地个时，我嘛常常感觉话这真头疼咧，实在是。要做这区域医院的营地哦，我搁用医生啦，啊，搁来财务吼，要哪维持，啊，搁要增加好个设备，啊，服务品质得够好吼，我这实在是吼。所以你要么就是诊所联合诊所，啊，要么就大一点。对啊，对啊，啊，业咧地方就愈歹做。啊，你啊，诶，是几十层啊，迄就是爱专科病院啊。对啦，我看做骨科啊，不是做妇幼。泌尿科都好啊。对对对，泌尿科，科真好。有啊，单科医院电都较好啊。对对对对，啊，你若要做综合病院，主要就是各县市。伊要搁维持你这急重症，相当好啊。我刚才心脏来话，搁迄组人爱四十几个。对啊，你急重症全部就管的嘛。对。设备搁重装备。对。诶，收费无甲看下。对。诶，你即摆开一个心脏是千偌济？看你为什么？我常常笑讲哦，开一个心脏比植牙较俗咧，这足奇怪的代志呢。你个想法嘛？诶，换一支喙齿呢，迄未死人诶咧吼。啊，一支喙齿成本是偌济？哦，啊，迄牙科一收就讲收十万、十二万、八万拢有啦吼。不管安怎啦吼，诶，咱咧处理心脏的手术是一组人咧，不是一个医生一面咧。你讲诶，哦，诶。不管要死，有当时一个都开七八点钟呢，哦，全部你爱个顾嘞，全部一支喙齿的钱呢，你要爱个顾到后面。系啊，啊，佮有生命危险没？哦，啊，佮有医疗风险，哦，所以这几户这健保当时啊，这做医生有当做开卡拢手软，就是安尼啦。我咧做留院时有甲伊调啦，啊，调到小儿科，嗯，调到迄个做内视镜的，哦，肠胃科 ，OK， 啊，迄个时。心脏外科不调掉，啊！你家己心脏外科，所以我惊心脏搞酸啦。就是啊，讲啊，你家己做你当时做哪位？我2012到2016，哦，2012啦，吼，那时阵差不多开个20年啊，十几年，哦，啊，那时阵那想着出来做哪位？啊，那时阵就是2008早才算啦，哦，那时阵都要单一选区。哦，台中等你选区也行。啊，但是迄届2008立委甲总统选举是分开，哦，分开诶，后来就合作诶啊。OK。所以1月14选立委，嗯，3月选总统。OK。哦，啊，你存多2008年嘛。嗯哼。好，多啊，啊变啊多爽。嗯，啊变啊爽，多马英九。我马英九起来。起来，嘿。啊，迄阵下水马英九下水就好吧。那应该是，啊，但是分开算。哦。伊个是咩？所以你无去有救着啊？嘿，甲做伙算可能对。都去你啊嘛？去你。啊，因为伊个时阵，啊嘛是甲潘孟安伊个时阵第一届。哦，第一遍你选立委碰到潘孟安。对。哦，伊阵嘛，迄落南港即区个，伊嘛沿海。平南。哦，伊嘛平南个吼。第三选区。OK。啊，伊个时阵输几千票尔。OK。啊，佫一个国民党个查某议员走出来。哦，冇出来，啊，所以一克掉，一克掉袂多，我无。哦 ，OK， 所以第一遍冇掉，第一遍冇掉，啊，第二遍较入味，啊，第二遍就做部分区咧。哦，迄种第二遍部分区，所以就入味地方呢。对，啊，你地方呢四年，你拢伫卫环委员会嘛？啊，因为是迄个前前下，我搁做私立医疗院所协会理事长。哦，你做搁做区医院协会理事长 ，OK， 搁做医师全国联合会理事长。哦，你嘛做全联会理事长，对对对，所以所以你就是讲，病院经营了成功以后，哎，啊，你做足侪只个医院协会理事长，甚至到尾啊做医师工会理事长，啊，特别个你鼓励，都要出来入去里边，你小可改善一点啊，医界拄着的一寡困难啦，吼。啊，有影啊。咱前一阵啊，做过疗养，伫疗养院真正会当做真多代志啊。欢迎各位倒来听医生讲看卖这个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陈英雄医师哈。今日我咱采访的吼苏清泉苏医师，伊是东港的安泰医院，即马是荣誉院长啊。过去伊做院长，啊，甲这个病院吼
安尼草创，伊成百层做到即马七八百层吼，啊，所以讲伫屏东的沿海地区含南区吼，啊，照顾上侪患者的一间病院，啊，因为伊本身是心脏外科，啊，受过真完整的外科的训练啦吼，所以伊的病院一开始就是急重症是足主要的伊的重点吼。急诊的患者真多啦，吼，啊，伊也拄则讲着讲，啊，病院做十几年了，伊开始参加这个医院协会啦，吼，私立病院的医院协会、区域医院的医院协会拢做会长。后来，所以医师工会全年会是你先做屏东县的医师工会理事长，啊，佮选做全年会，还是无？一开始就选入去全年会，一开始就选全年会。哦 ，OK。哎，阿阵要当选全联会嘛，无简单呢。恁屏东算小官呐、啊，全台湾人，迄台北市、高雄市的，迄应该拢比恁较济人伫因嘛。就进，就进就拢就歹放的，恁拢各大诶官。大诶，食少诶啊！哦，像台北市、新北、台南，对啊，因即当然免做，因诶会员较济嘛。对对对。啊，你阵屏东诶，你有才调做全联会，搁选着理事长，诶，即嘛无简单。这职业无简单，是因为大家看讲你病院做了有成功，还是啊，感觉讲你的一挂主张有得到大家支持？应该是拢有啦，拢有，啊，去拍拼啦。OK， 嘿，迄个走全线嘛，是按从连江八天门，嘿哦，安尼一抓来一抓去安尼，哎，所以你做全联会理事长，搁入去做立委，你应该有足侪对伊家的反应，就是讲。代表医界的一个立委嘛，我感觉做医生啊，咱陈院长哈，啊咱河北省广播的听众朋友哈，做医生做个足好医生，足个好医生，嗯，你的患者就是一千个、两千个，有限啦，一万个好啦，对啦，你外口看，只要看一百个啦，啊，你要看我当时啊，你一万个患者，你看我怎变过来，哎呀，你要看我怎变过来，所以好的医疗政策，对啦，政策面头要紧，开始的。哦，咱像即款，你啊，医师专业五万外医生，医生，因为职业环境，因为未来，因为走向，对，即一个像即款健保拢操控一切嘛，对，健保操控一切，然后智慧的收入，上面一些好新高新科技新的材料，那个只是占小部分，对，所以健保的给付。是可以影响到整个医学教育的。对咯，你都要合理，规个医疗的发展都上轨道。啊，所以我底下啊，不合理都歪曲去啊。对，我底下做立委吼，啊，搁做教育，我迄个时候关心的法案拢过，我一个一个杀过，哎，有个人听话呢。哦，啊，咱知影足重要。是，特别讲第一项，我来讲就是，迄个生意事故补偿条例。生意事故哦，生产的是，哎，生产的保险嘛，啊，羊水栓塞上面什么，那挑眼的，骨伤科医生啊，生囝无用过，该叫了。哦，所以今晚拢无人要做骨伤科，都是医疗风险足悬的。所以，信得讲，我先，你邱文达，迄个邱哦，邱文达做署长，系我就讲，哦，这无用做骨伤科，未使骨伤科医生家己负责任啦。对啦，对啦。迄个时阵吼，骨伤科医生连续四年全国超过半个，无人要来啦，一个都无啊，无人要做，一个惊用过啊。骨伤科医生的平均年龄五十五岁，哦，五十块。我人家讲小小的，你话呢？录音嘛拢有。我这个过来叫兽医来生囝。哦，我兽医来生应该嘛袂歹啦。所以你迄个骨伤条例，伫你的任内甲杀过。我足紧的时间来甲杀。对啦，这就真正。杀过了，那骨伤科大家拢就松一口气。就感谢。迄个提高率为一百来讲，干阿存三。啊，骨伤科那个甲内外妇，大哥那个加一万，住院医师。安尼倒头倒转来。靠有无以前医学院毕业生？就即落艰苦的科，啊，搁风险悬的科，就不爱做啦。所以咱迄阵迄医疗生态都扭曲起。已经扭曲啊！已经扭曲，迄个时阵若无够扭过，真正是，我都不知后果啥物。对对，哦，即摆有可能真正生囝找无医生。对，你若想咱断层啊，十年就害啊。对啊。内外妇儿及怎样感染？都五大科拢对咯。啊，所以像这阿德利的情况，迄个专科护理师。OK， 张护理师本来要新立新的法，但是迄个时阵，这个护理师全联会
伊听无啊。OK。伊刚想讲，遮会去甲扭着个工课啦，遮会用造伊啦。嗯。他们的想法比较单纯。嗯。但是我们想说，如果没有来做住院医师的补充能力，嗯，这个怕袂起来。住院医师无搞。所以住院医师迄阵转尾啊，讲要立一个法，讲那个立法都立袂过。嗯。听无啦，嗯，专科护理师法哪有这种法？袂有。所以转伫迄个护理人员法内底。嗯嗯。护理人员改三条呀。OK。我改三条，修法，改咱倒个呢。啊嘛，干那我都去也袂晓搞。啊。因为你较了解嘛。对。较早你护理人员袂当护理，袂当换汽车，又袂当去 NG， 就那会歹做。对。较早拢负面表嘞。护士嘛，训练好，秘书住院医师啦。哎，不过阿万啦，阿万阿万阿多。多啦，会使啦。啊，第三验光师法。哦，验光师法 ，OK。验光师法。伫倒里的话，伊十几年，嗯，你个时代就倒里啊。对，我懂。到落尾啊，我怎啊做专业理事长？这是好个 timing 啦。对。哎呀，遐个各个医院伊拢设立着视光学系。嗯。啊，这囡仔你又比较。主要无专业资格。无尊严，无地位，无尊重，无出脚。这身后体统啊，哈，所以产官学。对，我就像我啦，刘建国啦，吼，吴医生啦，大家分，啊，最难搞的就眼科医学会啊。哦，对，我眼科医眼光，我不爱接来验光啊。我拢爱验光，啊，所以大拢眼镜人，你啊，你戴那软镜啊，对不对？对。底下就你啊镜，所以这个法不贵，我感觉这个法不贵比赛。啊。所以我早就王金平院长讲，这个法一定会贵。哦。啊，伊就讲，哎，外口乱搞，你是咩款？啊。我为着你测这个法。冰冻关的目镜工的，佮走东港甲我欠鸡卵呢。啊，真的哦，哎呦，你知我用心良苦啊。啊，你讲啊，这吼，我有哪有这种经验？我去做礼物也是吼，就是我见迄个职能治疗师，都是你换你像你讲二十年，无人咧信啦。迄阵可能有礼物，若不是读医学院，也无人知职能治疗是要创啥。啊，所以职能治疗学系毕业的吼，都无职能治疗师考试嘛。都无专业人员的饭嘛，啊，都无考试嘛，所以阵伊若拢袂当做专业人员，我嘛是个职能治疗师法，甲杀个鬼安尼，哦，啊，你要看啥物心理师法，啊啥物迄落社工师法，因为我都做精神科嘛，啊，我都拢知影，啊，即个人对病因就要紧啦，啊，你无予伊专业人员的考试，袂来会使，哦，啊，就刚才你讲的验光师，这也是同款。所以安尼，你四年嘛做袂少哦。哦，搁一个搁这，所以验光师好，因都尊严有地位有收入呢。对，我拢懂嘞。验光师，可是有执照都无共啊。因为啊，学校嘛有未来啊。对，安尼我完全袂通。啊，我甲创一个四岁以前，要验光一定要医生验。OK， 对，吼，安尼有。啊，第一届验，现在怎啊？现在过来发药。哎，啊，像长庚、高雄长庚的吴佩昌主任，哦，对待囡仔也近视。哦，做非常非常的头痛。对，我想将医生难能可贵啊，那就就爱回到用。对了，那所以我也得医界啊，还有眼镜工会啊，还有产官学啊，安尼怎好通过 ？OK， 要通过要二读一讲，我靠个咧思维呢。我讲你讲这咱弟弟，我你弄足侪趣味的经验咧。我还记我迄阵做礼物哦，比如说吃冰两个啦。卖冰两个，种冰两个哦，来包围理发店啦。就是咧讲，你迄落卫生署迄阵在无样，你无代无是看一个广告，讲迄落吃槟榔容易得口腔癌啊。啊，这拢来抗议嘛。要是话咧，一大堆理发拢替这槟榔业者讲话啊。啊，咱即落做医生的，靠呀，啊，这个广告都无唔对，啊，怎样吃槟榔会得口腔癌，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利益冲突哈，啊做礼物比较辛苦，专业。所以我刚刚讲，像咱做医生的人，因为咱有这个专业的训练，咱只要讲这对国民健康好，还是讲对专业要紧，咱才会坚持啦。啊，无为礼物，伊都靠入选票咧，啊，伊都无要支持，还是伊条件要阻挡。所以其实李焕英来这需要较侪专业的立委。我的感觉专业啊，跟道德底线，对各种专业拢爱。比如讲，有的人对税务就了解，好，有的人对交通，还是讲对环境环保，好，啊，咱对医疗，好健康，啊，有的人对科技，好，即卖新的科技，足侪嘛是爱立法嘛，好，足侪。所以资讯上，现在是社会的进步的时候，
啊，每一个专业爱有代表，入去伫即个国会，迄立法较会完周详啦，哦。佮一个上大就是长照服务法。OK， 我最要紧啦，哦，你长照服务法，迄两阵啦，就我佮做专业个李处长，我真正煞袂。煞袂过。我带几大吨人去日本。去后生省去那这那那那借物保险上面，拢拢啊看啊，啊个伊敢上课，啊专国个医国关系个秘书长，啊个健保局健保所署长、副署长拢找找去，二部啊九十几人，遐部好啊，都去学学，啊个啊德国个，啊等下开始杀这个话，啊得个杀过啊。哎呀，即摆即摆创造变台湾最要紧的代志啊！重要啊 ，infrastructure 遐资资料啊，大家都见。咱老人的照顾，即摆是变社会问题啊。正大啊，即啊，你看真看会到的创造，包括支付，但是还无够啊，啊无够，减一个创造保险啦。啊对对对，迄阵你我冇讨论足久的吼。因为我硬要趁胜追击。啊，民进党都无办创造保险，对对，这民进党足奇怪。对。这无，你其实把创造保险附加伫健保的合法，你知无？慢慢开办新的保险局咧，健保局收健保费，附加一个长照的保费的户。你也想要跟我一模一样？对，还有个新书，啊，个对国民真正是足大的福利嘛。长照保险法要用单独立法，我看难度足足困难嘛。啊，所以咱就修健保法。对啊，加一条入面啊，加淡薄啊。对，啊，就要做专款。对，啊你健保局的人先煞收。长照的保费也未增加人事的费用啊，对吧？对对对，给多人好一点是吧？对啊，所以我是讲讲，这个物件对待我的将来最重要紧的。所以我大家听听朋友报告，我现在想讲选要去选，爸母官啊什么，这是最上多，因为你有一个全国性的高官度，嗯，啊，你这个各管区，你拢爱加这个。甲一个全国的政策爱脉动爱加一点，所以你做管事长的人，你要有视野啦。嗯，哦，因为就可能要了解国家的政策方向，啊，甲佫含地方的建设去配合啦。可能这个第一名的芯片业者上面，就是要弄来到你的管理的区要设置嘛。你甚物都唔捌，你就要个人。你若讲无过去迄种的了解吼，就歹配合啦。所以，你即马意思是讲？你为做刷，即马有想要选管定就对啦。对，你有想要选平东管定？有，哎，咦，我呢这后尾还无过来讲一下，肯无时间通讲啊咧。咱空中的朋友吼，咱即马听到这就知影讲，这苏清泉医师啦吼，是院长，啊是医师工会理事长，啊佮做过立法委员、佮苏委员吼，以这个人生的经验，啊参加公共事务了。伊最后阁有一个使命感吼，伊想讲，这算你的故乡啦吼，屏东县算你的故乡。啊，当初恁爸爸叫你当来开业做医生，就是要服务地方的患者。啊，你即摆唔是干那要服务患者，你要服务官民就对啦。吼，对规个屏东县的民众，啊是讲屏东的官民，你有你的想要实现的抱负啦吼，有你的理想。啊，因为你已经有伫法院。经验过，你知影真侪国家重大的政策的重要，啊，即款对地方你可能嘛有一寡你的想法啦吼。无安尼，咱后尾办吼，佮拜托你来一下吼，小可来讲一点啊，你对屏东县的愿景到底是安怎？安尼好无？好，好，好，咱今日就先过一段路吼，感谢你今日来接受阮的采访吼，啊，咱空中的朋友，请您期待。下礼拜我过来问这个苏清泉医师，伊是要哪医国家、医地方？哦，本来是医患者啊，照顾健康啊，即马要替屏东人谋幸福，我看伊到底有啥物法宝哦？下礼拜见，好，谢谢。